韩韶禧撩发秀界疑似宣誓主权，他亲自解答了。由最美小三之称的南韩演员韩韶禧和刘俊烈惠利三角关系话题还在烧。韩韶禧刘俊烈认爱后，18号同游夏威夷的画面全流出，只见他面色凝重，吃饭都在滑手机，似乎是在看网友留言。韩韶禧刘俊烈公开恋情后，排山倒海的负评蜂拥而上。因为刘俊烈交往8年的前女友惠利发文真有趣，交往时间线引起轩然大波，韩韶禧疑似成为真小三，三人三角关系持续焦灼。韩韶禧比男友刘俊烈晚一天回韩，18号他出机场完全零伪装，脸上还带着笑容，心情似乎不受影响。熟悉油腻反复拨弄头发9次，被网友猜测是不是在秀情侣对戒，向惠利宣誓主权。不过据还没报道，和韩韶禧确认过，那卡秋季是跟朋友们一起定制的友情戒指而已啦。我梦里